你好，我是刘伟健，我并没有贩卖大麻，我是被诬陷，我现在被关进监狱，还差一个赖群就能靠粉丝力量交保出来。你现在放过我，给我进群，给我扳手，我承诺让你加入我的电竞队伍。少吸一点，干他妈的白痴是不是啊？这什么东西啦？干，不要再闹了好不好？